是那个大胡子。赢了多少？60多万。他每次赢个几百万就走，一个你花园。我看不会，他可能有点狗屎运。连吴先生您都看不出有花样，那可能是没有。我去捞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怎么，老板亲自出马了？咱们玩玩。好啊，不过这注码小了一点，赌大一点怎么样？你说怎么赌吧。最少50万一把。好，我就跟你赌50万一把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我们现在要赌50万一把，小赌怡情的请到隔壁那张台子。对不起啊。是个高手呢，原来是散财童子啊！哎呀，请问这张牌子限注多少？最少50万。好，50万，李钱家，我买50万。钱。一把就不玩了，让你报不了仇。这个赏给你的，给我开张支票。哎，余哥，刚才那小子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我已经叫人去查了。他可能看出我们两个有鬼啊！不会吧？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沉不住气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就是不听，一赢钱你就得意忘形。哎，余哥，一赢得多我就收不住了。我的这点毛病，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说了。还好他下注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是啊，大概1100万左右吧。虎哥那边怎么样？哎，老规矩，1100万已经存入你瑞士银行的户口了，这又不是第一次。这种买卖上哪儿去找？便宜你都占了，不管是赢是输，你都是赢。赢了么是你的，输了么是你老婆的。你真行啊！你说什么？没有我，你们的黑钱哪儿去洗啊？你回去告诉虎哥，我不做了。哎，余哥，哎，你大人大量原谅我吧，算我胡说八道好了。
你以后在我面前说话，给我小心一点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你回去告诉虎哥，这个月不能再做了，账面上太难看了，下个月再说。记得啊。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唐叔，大小姐，什么事啊？净顾着看报纸，我叫你半天都听不到。对不起，我哪看报纸了，我是在看漂亮小姐。在哪儿啊？就是你喽。哎呀，你要吃我豆腐，漂亮什么，都老了。那个人好像阿伟。唐叔，你一天到晚就想着他，他去美国都六年了，连信都没有一封。对呀，大小姐，真的是阿伟啊。你好吗？好啊，大小姐在，来，过来坐。来，大小姐，真的是阿伟。阿敏，阿伟，哎，坐。阿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哈，回来一个多礼拜了。怎么了？回来一个多礼拜都不来看我们？不是啊，我要先把事情办完了，才能找你喝酒吃狗肉。哼，你还说呢，以前带你吃狗肉，每一次回来都被我们大小姐埋怨呢。大小姐还记得吗？我打电话回家，你不在，豪姐跟我说你在这儿喝茶呢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有一份合约，要你签一下。不能等回家再签吗？当然不行了。叫你授权给我签吧，你又不肯，要不然用不着这么麻烦了。还说呢你。唐叔，这位是，哦，吴先生，这位李先生是老爷的大侄子。阿伟，吴先生，大小姐的先生。岳父生前常提起你的名字，可是一直没有碰过面，但是也很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啊，在赌船上。对，对不起，我有事要先走一步。我看这样吧，过两天你到我们家里来吃个便饭。哈，我实在很忙，而且过两天我就要回美国了。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，真可惜啊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唐叔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不再坐会儿了？走吧。哦，麻烦你买单。哎，唐叔，我来给吧。不行，谢谢，284。那下次我请。吃你呀，我得多吃点才行啊。唐叔，这是我名片，有空打电话给我。哦，再联络了。
你怎么会去接安的？哎，他飞机提早了，没法通知你。我知道了，只好替你去接他了。哼，帮你的忙还被你问这问那的，你疯到哪儿去了你？去办正事，我跟对方已经接触过了。怎么样了？你给我看的照片，那两个人叫阿鬼的，我见过了。 叫阿虎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他们写黑钱的方法，我了解了八九成。怎么？阿虎把贩卖毒品的钱存进姓吴的在瑞士的银行，然后再赌船上姓吴的把那些钱再输给那些人。那个姓吴的，他有什么好处？输的钱又不是他的，是他岳父的。 那姓吴的不是一直在找阿敏家的钱？哪个阿敏啊？哦，我以前的女朋友，现在的吴太太。哎，还有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的大哥呀，你真把我当神仙了，这么多资料你还嫌不够？哎，这些没有什么用的。那我有好东西给你。 你们美国毒品调查组真有办法，我不明白，香港政府怎么会准许你们在香港带枪呢？我想是美国政府批准增加了香港的外销配额吧。嗯。阿伟，你跟都在美国毒品调查组做事，不觉得对安很危险吗？我们打算这次回美国去结婚。 结了婚，他就调去办公室。手上这件案子，没有什么危险。哎，将来抓人可要全靠你们香港警察了。对了，我这是第一次来香港，就当是旅行吧。旅行可没有时间。明天我要上赌船，哎，可以带你去开开眼界。那好啊，不过在赌船上会不会碰到那个阿敏呢？ 不会，那船是姓吴的在管，阿敏不会上船的。你这次见了他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要回警局办点事儿，先走一步，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了。嘿嘿。喂，你自己去玩吧。 我不喜欢赌钱。为什么？去看看吧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你去哪儿？我随便逛逛。哎，这里的酒吧不错，去看看吧。待会儿去找你。OK。 十。哎，大哥，这也算呀？有丁汁，谢谢。好的。 大哥，这妞不错，我就叫她过来陪你。去你的吧！你以为这是在大富豪啊？
唱首歌吗 ？OK。小姐，听说。你太不给我面子。我不认识你，给你什么面子？嘿嘿，小姐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坐下来喝杯酒，咱们不就认识了吗？越喝就越熟了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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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要给面子，又要陪你喝酒，那我算什么？哎呦，大哥，大哥，有面子了吧？哎呀，大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呀！Perfect timing. Always.你们干什么？抱歉，抱歉。再等半个小时，贵宾房有个局，有兴趣就玩两把。大家和气生财嘛，把这里收拾收拾。对了，虎哥，干嘛那么麻烦呢？早点把他扔海里，有本事就游回香港。就是因为你说，上次被那小子看穿了你们的手法，所以我要亲自摸摸他的底。你懂个屁！嗯，把你赢了，敢叫两万，你底牌难道是 S？ 我不相信。哼，赌钱不赌气，我 pass。 不好意思啊。跟。
真是倒霉，叫顺来了个二，我不去了。30万，剩下咱们两个了。台面上一张石也没出，难道你三条石？我好奇心太重了。30万，我大你30万。好，我跟你。十一队，不好意思。我去洗个手。
许在我的船上搞事，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上了岸再说。还有啊，这条船不欢迎你们，听见没有？谢谢。哎，找哪位？我立刻来。阿伟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，上车吧。阿敏，什么事啊？够快点离开香港，你一个人是渡不过他的。我不希望任何人出事。你知不知道他在搞什么？我不想知道，也不想管。反正你快点离开香港，拜拜。拜拜。妈，今天心情这么好，等我回来。冰山美人，我靠，表错情了，真没面子。你怎么会等我回来？怎么，是不是在想你的老情人啊？怎么样，老情人好吗？哎，你别走，有话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最近呢，赌船的生意非常好，这地方不够用啊，我刚好跟九叔谈过了，他那船想卖，开价600万美金啊，我决定买了。我也正想告诉你，我不会买什么新船，现在这条船我也打算卖，不准备再做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好像说得很清楚了。这件事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条船我有一半的股份。不错，我们每个人占45%嘛。你知道就好。那你知不知道还有10% 在谁那里啊？你爸爸说过，在一个远房亲戚的手上啊。可是这远房亲戚一直就没露过面呢。哼，你真没脑子。爸爸去世之前就觉得你靠不住，所以他就防了你一手。那10%根本就在唐叔的手上。那么你说这件事应该谁说了算呢？唐叔，阿伟，
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跟阿敏这么多年了。阿伟，不用说了，人是会变的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怪你。唐叔，不只是这些，你知不知道阿敏的先生跟贩毒组织有关？他利用阿敏的赌船把贩毒的钱合法化。这些事我也曾经听说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只知道警方正在调查。唐叔，我怕你跟阿敏受牵连。这个嘛，你不用担心，大小姐除了是股东之外，其他的都跟她没有关系。那好吧，你们最好小心一点。阿伟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希望你劝劝大小姐离开香港。阿伟，我不是叫你带她走，只是劝劝她，叫她暂时离开香港一段时间。有困难就算了。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Peter， 唐叔真的没有事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谢谢你。阿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可以保证唐叔的安全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不敲门就冲进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从今以后，你干什么我都不会管你。但是我要你保证，唐叔长命百岁。继续啊。我叫你少吃点药，你把脑子吃坏了。虎哥，你说什么？那个老家伙占多少股？
你老婆占多少股？老家伙占10%，我和阿敏每人占45%。虎哥，你不是叫我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老婆。虎哥，你不是说她是冰山美人吗？哎，就算是，我也不能。不能什么？货柜的流动性很大，我们抓了几次都抓不到。我申请搜查令，又不能名正言顺的进去搜。你觉得该怎么办呢？我想请你们混进去摸清楚，看他们用哪个货柜装毒品，然后我再带人去抓他们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老实说，我没有权利要你们这么做。大龙，老同学，你说这干什么？够有意思。我还有一个要求。哦，得寸进尺啊。你们不能带武器，如果一开枪人又抓不到，那咱们就全倒霉了。好吧。哎呀，玩够了吧，走啊。
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喂，在吗？在，等等，虎哥。喂，虎哥，刚才有两个人到货柜厂来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警方的人？说不定，可是看样又不像。人呢？对不起，跑了。那里有多少货？1000多万呢。马上消灭证据。虎哥，什么事？哈哈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，喝喝啊，来。玩得开心点啊！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吴太太，请问哪位啊？我是阿伟的未婚妻。他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？不好意思，阿伟这次回来，我们都没什么机会聊天。没什么机会？机会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应该有很多机会。嗯，我觉得你们前几年就有很多机会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
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你懂不懂都没有关系，其实我并不在乎，只是我觉得这个人生有的时候确实是很闷，有点 challenge 比较好，增加一点趣味性。不过有一样不太好玩的，就是对手不够强。如果呢你没有结婚，或者是年轻一点点，我想应该会更好玩。我想你对我有点误会。哦，误会是没有，倒是有很多同情。小姐的后事就拜托你了。好吧，那你呢？啊，唐叔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还得你帮帮我。你放心吧。好了，一切拜托了。船，虎哥，以后你有多少钱，我都可以替你洗得干干净净，我是一个钱也不赚。至于那个老家伙，不用去理他。还有你的毒品啦、军火啦，凡是你的生意需要多少钱，只要你说一声，绝没问题。不过赚的钱五五分账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等一等。我有个条件，将来怎么做，由我做主。哼，好，没问题，怎么做都行啊。你那行生意，反正我又不懂。来，我手上有一批捷克的五金，要运来香港。行，要多少钱你说一声。啊。嗯，谁呀？醉成这样，不会是他搞的鬼。嗯，我怕。
你已经死了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出来呀！你。走啊！你还没下班呢。是啊，什么事啊？进来陪我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进来陪我一下。吴先生，我原来忍耐你，就陪我一会儿，陪我一会儿吧。我求求你，就陪我一会儿。喂，你别走啊！你要走，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。
我叫你不要吃那么多药，你不听，药被人换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张小姐，快走！唐叔，快走啊你！你们还不快去追？走，快追！吴先生，你犯罪的证据在我手里，如果你想要回去的话，就说个地方，带唐叔来跟我换。你知不知道徐河道的破屋子？知道。一个钟头以后，你带东西来换老家伙。如果你要报警的话，老家伙就没命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准时到。哎呀，打电话给阿龙，叫他一个钟头以后在徐河道接应我。哎呀，联络到没有？还没有。继续联络。阿伟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，你在这里等阿龙电话。你知不知道徐河道在哪里？知道。喂，我刚刚打过电话来，我不能等李 sir 了，麻烦你找到他的时候告诉他，阿伟去徐河道的破屋子了，他有生命危险，请他立刻去。没什么，刚刚有点声音。阿伟，快点走！Thank you.
快救堂叔。小姐，去帮阿伟，不用救我，我没事。去啊。
在这一下，